要 level up to level up to。啊，这个就是最痛苦的地方了。还要三个人是不是？因为他跟我讲我不够三个人，啊，他不给我。哎啊，刚才的这些礼装呢、啊？这个礼装是啊，你要一定要 print 出来啊，你要但是买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一百块可以进掉。哦，啊，掉不掉呢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给我？三十。哦 ，yes， 这个是我要的，强化哦，强化材料哦，爽。换材料吗？哦，爽。那我还逼我召唤。最简单讲，我是不用花磨材料，我是换这样的。这样好的游戏。亚特战队，麻烦狮子，自由。出来吧，双亚特战队。
Thank you.